自由一点，就这样来。然后座位是比较脏的吗？不会，我们很清洁的嘞。我们每天割了，每一天割两次。这个还有摇啦。January 31, 肚脐软粉啊 ，the leg 啊 ，right， 拖是吗？拖。现在这两只也是重哎。嗯。因为呢，它好像没有感觉，这样一直跳蹦蹦跳跳的。没有，这个是因为它摇了。它摇。嗯。因为它，你看这里全部没有皮，没有那个毛的对吗？嗯。它有去摇啊。上次是你帮他剪的，这个。我懂，把它是还是有咬的，看旁边。他去咬啊？嗯。为什么要穿那个帽子啊？穿不到，都被他穿到。太大了那个帽子。哦，穿不到要跟我们讲啦。哦。那这个里面有没有味道药？有啊，你给的。有没有消肿？喉头有的还是降的，还是里面降。消肿了 ，the next day you come back again 哦。又回来了。Okay. 如果它能跳的话、哦、就代表没有断掉了，好，骨是 OK 的。OK， 如果你担心的话，就扎个 X 光。好，那师傅跟你讲。OK， 这个哦，通常我们是给它穿那个帽子两个星期，给它吃消毒药。可以包 bandage 吗？所以它不会去裂它。Bandage 很难。很难啊。很难。因为它会去咬，那个它会去咬那个 bandage 是第一个，第二个是如果你穿 bandage 哦，明天要换的。哦。好，是比较难的。最好是给他穿那个帽子。他已经很久了，还是没有好哎。嗯，有没有穿到帽子？帽子啊。没有办法啊，这个他吃喝有没有问题？吃全部没有问题。全部 OK 啊。